各位海外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在电影《传说》里饰演王静和华俊。电影《传说》即将上映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戏院，续写神话，不见不散。赵战、华俊，你们两个各领一路，我们分三路突袭他们。教授，那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另一个时空我的记忆啊？没有人能敌得过苏洛。梦境，替换一阵。葬身之地。